啊，第一个阴阳的对立制约，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。你注意啊，这里是两组动词，对立跟制约。对立指阴阳属性相反，对待而立。什么是制约呢？这种对立通过制约来体现，还是那我不咬文嚼字，还是太极图啊？懒得说什么太极两仪图了。那您看，一白一黑对待而立。你注意到，假如在整个圆的面积之内，假如白占的位置多了，黑就减少；黑占的多了，白就减少。即那可以这样的，比如说我把它变一下，那么这样就是阳多了，阴少了。我多你就少，你多我就少，我进你就退，这个就是对立制约。好了，我们就把它变成比较好理解的，比如说一年四季，你这是夏天的我最热，冬天最冷，春天回暖，秋天转寒。好，我们看看春夏的感觉，那春温夏热，然后秋凉冬寒。那么我假如把它一画，你看春夏之间，我们看这个块面，温热占上风，温热压抑了寒凉，秋冬寒凉制约了温热，各自占的面积比例不一样，这个就是对立制约。那你说对立制约怎么用呢？其实比较简单，我们平时很本能的就在用。比如说你冬天很冷的时候，现在人可能就开个暖气，古代没暖气很简单，就烤火了。所以你看我寒，我本能的感觉到热能够驱散我的寒，你不会利用阴阳对立制约吗？你没学过医，你上火你知道找凉茶喝，不过利用寒凉的药物来制约你体内有余的热。其实你的中医治病什么原理啊？它大概原理是这样，天地万物都有阴阳，那么人肯定就有阴阳，那就先确定了。你说什么叫健康人？阴跟阳不多不少就是健康人，这个概念其实很容易理解，儒家的中庸之道，不多不少，不偏不倚，中间状态就是最好状态。好，反过来，假如你阴阳有偏，那就所谓偏就是多了或者是少了，一多了或者少了就是有病。那么我们再推算一下，人有阴阳，动物植物矿物肯定也有阴阳，问题人的阴阳是平衡的，动物植物矿物的阴阳未必是平衡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就利用药物阴阳之偏来纠正人体阴阳之偏，就这么简单，是吧？我热多了，我用对抗性的具有寒凉性质的药物来治疗，这个就是阴阳对立制约，没多复杂。但是要注意，人体的阴阳平衡啊，假如我用一个直方图来画，那比如说这个代表阳，这个代表阴，那么绝对的平衡点，这是平衡线。但是你说为什么上下又来一条虚线呢？其实它让你有一个消长范围。那比如说我是健康人，我算阴阳平衡，但我始终我白天体力精神好一点，晚上体力精神差一点，我白天跟晚上不在一个状态，尽管不在一个状态，我还是健康人。实际上它让你有一个波动的幅度，就像骑自行车一样，比如说谁骑自行车一直保持90度的垂直地面，反正我不管你怎么左右摇摆你不摔倒，那就是平衡。所以这里要加一个，中医的平衡讲的是这一个动态平衡。动态平衡又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叫做相对平衡。
这种一成不变叫绝对。你能不能看出来这相对平衡症太极图用什么表示？中间那条 S 型曲线，你看这两个面积一样大的是平衡，但是你注意它这个 S 型曲线一画，实际上是一种动态的流动的变化中的平衡。你假如一条直线呢，你比如说我把它一分为二，那也是平衡啊，你这个是不动的，你这个有个流动性，而且这个慢慢移动过程还是个渐变过程，很委婉，很舒服，很和谐。啊，书本还有个名称叫做阴平阳密。假如准确表达可能有点难度，你们以后学到内经会学，但假如大概对应也就是相对平衡，动态平衡的意思。好，下来阴阳互根互用，你注意互根跟互用也是两组词组，一个是互根，互根是肯定的，每一对阴阳都互根。我们看看互根的意思，互相依存，互为根本，也就是说一方不能离开另一方单独存在，我们还是举实例。那比如说上下，上下这一组阴阳怎么来的呢？其实它们是在方位的范畴对比出来的。假如从来没上这个概念，少了参照物，下应该也不存在。比如说我们说热跟寒，从温度的角度有对比，但从来没有温的概念，寒这个概念应该也不出不来。你是对比而成立的，所以这叫做互根。下来一个互用，互用也要注意。你看我这里的表达是某些范畴的阴阳有互用，换句话，不见得每一组阴阳都能互用。改了一下，书本好像没有某些范畴这种表达。那你比如刚才讲的，那比如说寒热这一组，什么叫互用呢？要先讲什么是互用。互根互用的意思有点像，那刚才你看对立资源，对立资源是我多你就少，你多我就少。现在互用的意思有点像我多你也多，我少你也少。有没有这种状况呢？有。比如刚才讲的功能跟物质，功能属阳，物质属阴。你看假如我脾胃消化功能好，我产生的营养物质就多，反过来物质作为功能活动的原料的物质多了，功能也更强大，再倒过来功能变弱了，产生物质变少，物质少了支撑功能的那个内在基础不够，功能也减弱。所以你看中医学在治疗，比如你们以后学到气血这个观念，不用讲了，血属阴，物质的气没讲，但你现在一看那个字就觉得有点像无形的，以功能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属阳，你就发现一个很古怪的现象，血虚病人除了补血他也补点气，气虚病人除了补气也补点血，其实他大概意思就这样，我补物质的时候补点功能，功能好了物质化生更容易，补功能的时候也补点物质，物质充裕了功能更容易化生，这种是互用。还有你说广东为什么雨水多于北方，雨水多于北方，你不要说广东，热带亚热带肯定雨水多于寒带，太阳你日照时间长，温度又高，把地里的海里面的河里面的水蒸发上去成了云，所以我们叫做地气上升为云。地气怎么上升啊？阳光把它蒸上去，地气上升为云，一冷却天气下降为雨。你北方日照时间短，而且那个平均温度没那么高，你蒸发的少你就干燥，所以南方就热兼湿，北方是燥兼寒。你看湿是水的，热是阳的，一阴一阳，这种就是阳多阴也多，阴多阳也多。
还有你说日常生活有没有？也有。那比如我估计在座现在小孩子很多都学小时候学过什么绘画班、书法班，你要写书法，楷书不典型，行书、草书很典型。草书是利用阴阳，利用得很极致的。那比如说用墨有浓淡，这不是阴阳吗？然后用笔有疏有力，疏讲究疏可种马，力力不透风。用笔有干有湿，干笔干烈秋风，湿笔润寒春雨。还有行句字句，还有用笔流畅跟孤色，它很多是利用这种阴阳之重笔轻笔，很多就是利用这种阴阳之间的对比或是对照，互相引衬显出那个字。甚至你下棋也有啊，不那么见得敌我分明的，别说我的炮不是隔一个才打过去吗？隔一个那个东西可以是我的子，也可以是你的子，那你的子为我为用，那不是互用吗？我应用了你的东西来达到我的目的。还有在人体，比如呼吸，那吸气是气的向下向内属阴，呼是向上向外属阳。你试一下，你深吸一口气呼出去就长了，你吸得浅呼出去也浅，我多你也多，我少你也少。素问的阴阳印象大论，阴在内阳之首也，阳在外阴之始也。这条条文假如要准确表达还挺费劲的，我们只表达大意。你把它转注为阴代表物质，阳代表功能，物资作为基础手持在内，这是他们的基本关系。好了，假如把它搞得复杂一点，什么阴在内阳之首也，也就是说外在的功能是有内在的物资手持在里面，然后内在的物资怎么表达呢？透过外在功能，比如功能强大了，说明里面物质基础也多，讲的就是功能与物质互相表达，只是一个在内一个在外。那么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阴阳互根，阴阳消长。消是减少，长是增加。阴阳消长的意思是阴阳的对立制约是一直在不断的此消彼长，此长彼消的过程。还是刚才那个意思，一直是在动态的演变过程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图。以广州为例吧，广州最冷可能去年也差不多极致了2度吧，最热大概38吧。好了，每年假如就在这个范畴内，比如说广州的冬天某一天冷到2度了，你只要向春天发展，尽管有时还会冷，但总的趋向是回暖，再到夏天慢慢变热，所以这个过程是阳慢慢增加，阴慢慢减少，这叫属于阳长。你想夏天到了38度，然后尽管到了什么小暑、大暑、立秋、处暑还会热，但你整个趋向是转凉的，秋天之后再变寒，那么这个过程就是阴长阳消，这就是消长。其实消长还可以进一步把它细化，怎么细化呢？别说我很粗糙的细化，就刚才的那一种，把它分成一阳、二阳、三阳。但假如说我分得细一点，你可以把一个月
一年十二个月放进去，从这里可以标了。那阳气慢慢有了，你看不最早吗？一阳、二阳、三阳、四阳、五阳、六阳、一阴、二阴。不过瘾就二十四节令放进去，一到十二阳，一到十二阴。你再觉得还不够细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放进去，180多个阳，180多个阴。那讲得清楚一点，阴阳消长，实际上我们中学也学过量变，阴阳的量不断在此消彼长，此长彼消之中，所以阴阳消长实际上就是量变规律。而且这条那这个曲线再次显示出妙用了，你看有了这条曲线，你就发现这个消长果然就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来。你假如画成格子，哦，画成格子好玩了。哎，你注意啊，我们经常见到那个太极图，不是正规太极图，那是一个简化的太极图。真正的太极图怎么回事呢？那这样画，这里分一半，这里分一半，这是真正的太极图。这怎么来的呢？一年测量二十四节令，不是可以测出插条珠杆日影的长短？这个在《周笔算经》里面就测量过了。你把那个日影长短换成数学公式，一换算，一画出来，就是这个太极图，一模一样，一点不走样。所以太极图就是日地之间相互运动记载下来的图。严格来讲，它应该是个太极球，地球啊，跟太阳的相互关系。只是这个画起来有点难度，所以用简化。区别在哪里呢？你看，这两个点是在横线上的，刚才的两个点是在纵轴线上的。只是那个图比较好看，我一般说你就随手一画就出来了，这个有点麻烦。所以这个阴阳消长，假如一圈一圈画下去，你明显看出，很容易看出来每格的大小，真的一步一步增加，一步一步减少。好，阴阳的消长又可以分，那第一种阴阳互为消长，此长彼消，此消彼长。有什么意义啊？你看我第一行的此长彼消，此消彼长，来源于阴阳对立制约。阴阳对立就是不是我多你就少，这叫此长彼消。其实这个倒过来的吧，由于你少制约不住我，导致我多了，这是此消彼长。但不管哪一种，它的原理都来源于阴阳对立制约。